关关怎么了？这谁给你贴了？死庄稼，无聊。雨乔，你背上也有。啊，我也有。上面写的男人婆。可恶，什么时候被贴的纸条我都不知道。该不会我也有？肥婆，哼，忍不了了，姐妹们，今天咱们必须把这个乱贴纸条的人给找出来。同意。重点怀疑对象，恶作剧之王李妞妞。据我一上午的观察，李妞妞好像没什么可疑的地方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，雨乔。报告呱呱队长，我已经跟踪李妞妞一个下午，没有任何异常。OK， 那白雪换白板。李妞妞也被贴了小可爱纸条，现在可以彻底洗清嫌疑了。好吧，继续调查。天利间，好啊，撞见犯罪现场了。李丽，终于被我抓到你了。说吧，这次又要贴谁啊？你说什么呢？我这写的都是蛋蛋好友的联系方式。啊，还真是。那到底是谁啊？于是，林呱呱，你确定这样行吗？信我，绝对没问题。我狠起来，连自己都贴，谁能怀疑到我身上？花小美，又一个送上门给我贴的蠢蛋。抓住你了吧？花小美，你下来。